大家好，我是一位新主播，我叫阿萨，下面把一首《大女人》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阿萨是一位新的主播哦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，喜欢的点赞、评论、转发666，谢谢。有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，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，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，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。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，偏偏隔壁说的女生个个没入线，忍不住翻身偷偷看一眼，你动不动就翻脸。爱你的，即使你有点大女人，竟然说过要让你三分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。我还是爱你的，那是什么眼神？不要三心，你偷偷算计，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，才证明我最爱你。笑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，偶尔一点软人戏说来听一听，眼一深一闭不要太挑剔，要爱就要欢喜。喜欢的宝贝们可以点赞转发评论666，阿萨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每天晚上6点到每天晚上10点，大家不见不散，拜拜。